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Zhang Zhizhen.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张志臻的赛后新闻发布会。We'll start with English questions and then move to the native language. So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Zhizhen. You are the first Chinese player to be in the last 16 of Rolex Shanghai Masters. Can you tell us about what has gone through your mind after the victory?First of all, because it's second time for me to be on the second week of the Masters. That's also quite happy for me. And also, this is in front of my home Shanghai Masters, so even more things, I will feel even more better. And because I'm always wanted to play good tennis in front of my hometown or my family. And finally, this time I did, and hopefully I can keep going. English questions on the floor? 那我们进入中文提问环节。在提问前，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姓名和媒体单位。中文提问。大家抓紧时间，时间不早了。下班，下班，下班。香港大公文会记者，非常恭喜你又进了一个小目标，然后想问一下，别再问下一个目标了，不问不问。那刚刚也是收到通知，说是明天这场双打已经取消了，然后那接下来你对下一场的一个备战状态吧，讲一讲。接下来因为我们双打是暂时明天取消，然后我们还是希望更加去努力去参加后面的单打比赛，因为对我们来说单打更为重要。然后我们之前也参加了非常多，他在中文也是打到了最后，赢得了冠军。然后我也在亚运会，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也毕竟是打了蛮多的比赛，所以说我们双方还是认为身体状况就是暂时先把双打先放一放吧，就是更加注意单打。所以说我明天也会只会稍微短暂的一个训练，然后主要以恢复为主，然后去更好的面对后面的单打。你好，张真 ，ATP。哎，你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在亚运会的夺冠，那你回顾那个亚运会，也不能说回顾亚运会，你现在想想亚运会的夺冠对你这次在上海大奖赛连赢三场有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亚运会冠军对这里连赢三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多大作用吧。只是赢完球之后的自信心是至少是有帮助的，因为你毕竟你虽然说亚运会可能强度没有那么高，但毕竟是一个冠军，所以说对于自己的自信心方面是非常有帮助。这也是呢非常就是帮助这一周去面对困难的时候如何去面对。你好，财联社方恒博，我想问您一下，还是问您一些今天比赛的问题。其实看到第一盘在抢七的时候，最一开始还是比分落后的，然后之后您是连追七分，所以当时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当时是，比如说是当时对对方的发球更了解吗？所以后来越来越得心应手，还是怎么样？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确实是对后面对于对手发球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断的了解，然后也不断的调整了站位，然后我也是下来才知道，就是我是连追七分，当时我倒是并没有就是感觉我是连追七分，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一分一分打，因为抢七里面嘛，我之前有说过抢七其实变数很大，其实每一分都是需要去抓紧的，所以说我当时想的并没有那么多，就是一分一分去做好每一分。然后当然在抢七他有点有个别几个失误，好的是我在抢七当中我的状态维持的不错吧，除了前面两分吧。你好，我是羊城晚报的记者。今天那个上海的球迷非常的热情，你的粉丝也来了很多，请问你有听到他们在下面叫什么的那个标语那个口号吗？然后你在球场上听到这些口号，内心当时是什么想法呢？我想问一下，谢谢。
口号反正是几个四个字四个字，然后但我并没有记清，完完全全听清是什么，因为毕竟，场地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嘛，就是整个场馆都是非常大，所以说还是只能知道是在加油，所以说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也希望其他球迷只需要喊喊加油，其实也就够了。张志臻，你好，我是那个全网球的何松。我想问一下，就是下一轮的对手是胡尔卡奇。其实我查了一下，你们上次交手也是在上海，就是4年前。你现在能想得起上一次比赛的情况吗？然后下一轮觉得怎么去那个应对他？上一次我对啊，我也还记得是19年的上海嘛，然后也是中印场周日打的，然后7-6第一盘输，第二盘是6-2吧还是什么？因为第一盘我记得是有点机会的，然后第二盘倒没有什么机会，第一盘其实第一局都有机会破的，然后现在19年到现在23年，其实也过去有个4年了，所以说大家，怎么说呢？大家又是不一样的球风可能会一样，但大家的水平都是不断的在进步。当然，哎，下一场比赛还得再看吧，肯定是一个不好对付的选手，所以说。今晚一样，还是放空休息，明天再去想。啊，你好，张真，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这种像这种比较大的赛事连续赢球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迷信、小习惯，比如说要穿同样的衣服，或者说去同一个餐厅吃同样的菜，这类型的事情呢？会啊，迷信肯定有啊，我连今天垃圾桶的位置都要正反放一遍呢。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是第一盘的事情。然后吃饭的地方肯定一样，我每天晚上都会浇椰子水。然后吃饭的地方就不告诉大家，但也会一样。所以说这些迷信都是会有的，我感觉每个运动员都会有吧。所以说就看个人每个程度不，就是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我还是。蛮严重的那一类吧。就想问一下你第一盘的这个比赛，首先是开局的时候，其实感觉你手感是好像不是特别的好，然后连丢了几个球，然后包括后来那个中段的时候，有那个球砸到。那个场边裁判的头嘛，好像似乎也影响到了你后面几个球的那个情况，能不能讲一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是怎么能够做到快速的去恢复这种状态，然后让自己保持稳定？今天其实第一盘，其实整体来说第一盘，自己打的怎么说呢？因为其实自己蛮挣扎，有些很多机会球、手上球，其实。也有打丢，就是肯定没有前两天的，就前两场的手感那么好。然后对我来说，就只是我需要去接受它，因为如果我是排斥它的话，那可能就是影响到我的心态，到后面，就是不断的焦躁或者焦虑。但今天处理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说冷静的去对待，也接受自己的失误，然后继续。想办法去把自己的状态慢慢调整回来，然后打到那个裁判呢，我也知道他是上海裁判，我们之前就是上海的教练，我也知道，所以说我也是非常不好意思，那球没办法，那球已经发得很远了，我接的是拍头拍就是拍头了，然后不小心打到他，我当时是抱有歉意去问他还好，但我不确定是打哪儿，大概是头到胸这里一块部位吧，反正还好不是。球不是那么重，只是飞过去。相比较之前在珠海打到第一个那个头，还是有点区别的。谢谢。